一看迷你世界中的野萌宝，他戴着一个白色的面具，每当我们人类招惹了他，他就会追逐我们人类。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野萌宝的视力非常的好，错，其实野萌宝看不到任何东西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见过野萌宝，那么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野萌宝他并不普通，在他的头顶戴着一个面具，而这个面具并不是野兽的面具，而是羊的面具，和羊的脸型完全一致。并且迷你世界中的野萌宝他居然看到岩浆以后居然不会躲，这和其他生物完全不一致，他直接冲上了岩浆，不一会儿就被岩浆烧了起来，全身上下都是火焰。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野萌宝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死鬼！不一会儿，所有的野萌宝它全部都嗝屁了。但是我和学姐在迷你世界中做了一个实验，我们用岩浆把人类围了起来，在岩浆的对面放了非常多的牛，并且我们攻击牛。我们发现牛它根本不敢闯入岩浆，它是躲着岩浆走的。并且我又试了一只牛，我发现两只牛的举动都是一样的，它都会躲着岩浆走，而野萌宝看到岩浆直接就冲了上去。所以说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其实它的眼睛看不到任何东西，如果可以看到东西，那么它就会和牛一样躲开岩浆，你们知道了吗？